我们这次的狗仔大来宾就是五月天。相信有常看我们 Circus Action 的人就知道，每一季每一集至少都有一首歌是 Mayday 的，那个位置永远要留给我们伟大的神。对，这很紧绷哎，很紧绷啊！我真的很怕说。紧绷的是什么？紧绷不是我们有多喜欢他，是我们每次发的歌都没人给人家版权费，那待会来讨债就糟糕了。对，而且我们不是怕表现不好，我们是不想在喜欢的人面前表现的那种失态。哎，真的，你说这像什么？酸酸甜甜，好像初恋。我这个解除封印可以讲这句话，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？因为像我们通常对不喜欢的人，假如说有一个女的跟她不可能发生任何超友谊关系，你就可以非常做自己，对，挖鼻孔挖鼻孔，抠脚抠脚啊。可是，一旦遇到喜欢的人，对，你就变得很不自在，很不自在哎，没有感觉叫矜持。为什么？因为怕他看穿你，你不想让他看穿，所以你就不能完全的做自己。这一集很有可能非常的不好笑，而且 Circus 完全没有 Circus 的感觉，因为我们没办法做自己，我们就两边都在害羞，就站在旁边，然后也没有生那个表情。这一集为什么要发五月天的通告？完全是满足我们四个小份的心态。对。